那今天记者会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在这里要提出，明天就是彰化花坛乡长补选的投票日。在这里，我们呼吁，在选前最关键的时刻，检调及相关单位要特别注意买票的行为。现在我们地方传回来的消息还是绘声绘影，花坛乡两年选三次的乡长都是因为买票，所以这一次的乡长补选不能让买票再一次的伤害台湾的民主。如果检调查会不力，就等于变相鼓励买票。台湾两年选三次乡长，这实在是民主的耻辱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检调单位，在花坛乡长补选选前最关键的时刻，一定要特别注意买票违法的行为，要吓阻买票的行为。那同时呢，也在这里向大家报告，民进党全力辅选我们这一次在花坛乡长的补选，那我们也非常的有信心，只要不买票，只要能够压制买票，我们有信心赢得这一次的补选。